群都是在王国村里面，不需要另外再买票。要抵达玉泉洞之前，有一段一分多钟的潮湿阶梯，需要慢慢的走。里面介绍，这是一个有30万年历史的钟乳石洞，让我们慢慢的来欣赏吧。回到地面是一个长达一分多钟的上行手扶梯。